难忘经历30载，拼出未来更精彩。卡乐 B 是每个香港人都熟悉的品牌。早在1976年，香港四洲贸易有限公司已经开始与日本卡乐 B 株式会社携手合作，开启了零食新时代的序章，引进日本高质素和新鲜的零食，真心关怀香港顾客需要，提供健康、味美、安全、富营养价值的休闲小食。当时来自日本的虾条健康美味，令人一试上瘾，而酥一烧香脆之味更加是令市民大众爱不释手。随后更成功引入大受欢迎的卡乐 B 热浪薯片，以及充满独特口感的烧烤味薯片，配合埋生命具创意的宣传策略，引发起一场史无前例的零食抢购热潮。两间公司在上世纪90年代进一步合作，在1994年正式成立卡乐 B 四洲有限公司。同年首先在西贡设立生产虾条、熟日烧的厂房，由于顾客对零食的需求不断上升，公司决定扩充厂房，加入薯片生产线。在2000年，将军澳全新工厂正式启用，进一步提升产品质素和生产规模。现在制作每一款卡乐 B 薯片，由世界各地搜罗最优质马铃薯，到自动化的生产流程，而最后的包装入箱，整个生产经严格品质监控都只是需时13分钟。2003年更加在广东省汕头市开设了另一间全现代化设备的厂房。公司凭着丰富经验和创意思维，不断开发新产品，产品深受香港、内地以至世界各地的消费者欢迎。如今我们的产品遍及大中华地区，远销世界，成为消费者心目中不可或缺的美味零食。由最初的虾条、熟一烧，到风味一时的热浪、烧烤味薯片，我们不断创新求变，去满足广大消费者的需求。在2007年全新推出的 Jagabi 薯条更深受香港消费者和各大渠道欢迎，再加上2016年 Calobi Plus 开幕，热浪 Jagabi 薯条相继登场，更加丰富了公司产品的组合，为消费者带来全新的零食体验。30年来，我们已经推出了1000多种不同口味的休闲小食，不断满足消费者的口味，透过四洲集团的物流配送，将我们的产品第一时间源源不断地从厂房运去各个销售点，务求达到最高的新鲜度。加上四洲强大的销售团队，令全香港消费者都可以轻易找到卡乐 B 产品的踪影。而日本卡乐 B 不断将传统生产工艺结合现代化的管理技术，成就高品质安心的休闲零食。展望未来，卡乐 B 四洲将继续开拓更广阔的市场，持续耕耘，拼搏发展。就等我们一起见证卡乐 B 四洲有限公司的辉煌岁月，同大家携手拼写出更精彩的未来。